石头布，大家好，我是牛奶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泡芙姐姐。还有珍珍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珍珍老师。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，Kiki， 还有萱萱，欢迎他们。我们今天呢、要做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东西哦，赶快来看看。原来刚刚那个是鱼骨头拓印，看看需要哪些材料啊？需要的材料有各色卡纸、国画纸、蜡笔、双面胶、口红胶，还有燕尾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请珍珍老师介绍一下今天的作品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鱼骨头拓印。小朋友，你在妈妈煮完鱼之后，你吃完鱼之后呢，你有没有仔细的看一下鱼骨头长得什么样子啊？有。什么样子？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画鱼骨头的形状哦。好，首先呢，珍珍老师想要画一只鱼呢，它是张开嘴巴的。我要画一个像一座山一样的鱼头。像一座山一样。对，像一座山哦。好。接下来呢，要画一个长长的轨道，还要有短短的小鱼刺哦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要画一个爱心的尾巴。好，珍珍老师画完鱼骨头之后呢，我想要一只凶凶鱼，所以呢，它有很尖尖的牙齿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画它的眼睛，大眼睛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画大眼睛。好，我画完了。来，大家都画完了。画完了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哇，牛奶哥哥的鱼有一根特别的长，是怎么一回事？猜这是什么鱼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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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最喜欢吃鱼的鲨鱼。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卡纸上面呢，在这一张图里面只有。鱼头还有鱼尾巴，我们要用卡纸画，然后把它剪下来，再把它贴在刚刚画的这个位置上。接下来呢，鱼骨头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要用双面胶带来把它贴上去。好，大家开始贴喽。好，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要用粗的，还是要细的，还是要全部都是粗的，没有问题。还是全部剪短。细的，对。哎，老师，我发现啊，像这种口红胶啊，如果粘不太紧的话，是用白胶替代比较好啊。哦，也是可以啊。那就是小朋友如果比较小的话，你可以给他用口红胶，这样他可能会比较好控制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是不是也是大力士呢？跟我们一样，很用力的把它粘得紧紧的。耶，我们都做好了。那现在先来看泡芙姐姐的鱼骨头。我的鱼骨头很特别哦，它是在相框里面的。哇，旁边有框哎。没错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牛奶哥哥的。哈哈，我的是小男生最喜欢的帅气鲨鱼。哇！哎，你知道吗？鲨鱼最喜欢吃什么？小鱼。对，他最喜欢吃小鱼，你看，所以他很开心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萱萱的。好，看一下萱萱的。哇，萱萱的也很可爱哦。你是一只母的鱼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上面有这个蝴蝶结，好可爱。还有蝴蝶结啊，你上面也是用爱心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哇，你牙齿好大一颗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Kiki 的。哇 ，Kiki， 你的两只眼睛都长在鱼骨头前面呢。好，哇，你是笑，那个是哭脸吗？
所以你的鱼是生气哦，你的鱼生气了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准备拓印了。好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一张比较薄的纸。当你放在这个鱼骨头上面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图案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这个夹子燕尾夹，把两张纸张固定住。哦，要把它固定好。对，这样等一下我们拓印的时候呢，纸张才不会跑掉哦，才不会有一堆鱼骨头。是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拓印了。首先呢，先拿出你要印的颜色。好，把颜色拿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。嗯，我们要轻轻的把蜡笔折一小段下来。哦。为什么呢？有谁知道？比较大块的涂比较快。哦，也对。来，珍珍老师试给你们看哦。好。现在因为我们上面这张的纸张呢比较薄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下面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在你想要拓印的位置上面呢，就你可以变换颜色。现在这个蜡笔是不是比较宽？所以我们在印的时候，它的面积是不是又比较大？对。有没有？这样很快的就可以，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。是。印出来也会比较漂亮哦。好，好，开始咯。你可以首先先轻轻的、慢慢的拓印。好。哦，先适应一下这个力道。等到你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够清楚，那你就加深一点。哇，好像在玩刮刮乐哦。对，你有中奖吗？哇，好了，我的头好了。老师玩这个很有成就感呢。真的，而且因为我们都看得到下面的图案，所以你可以变换颜色。好，我要让我的鱼骨头花俏一点点，这样是不是很快呀？对，我们可以开印刷厂哎。珍珍老师已经完成了，尖叫，小朋友加油！我的已经拓印出了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的也是。哦，是慢慢出来了哦。有喂。对呀，而且用了好多颜色哦。好了，看一下你们，你们好了吗？好，那像是鱼骨头呢，是比较简单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对于呢比较更小的朋友的话呢，要做什么比较简单呢？其实啊，爸爸妈妈可以帮小朋友做一个盘子，然后小朋友就用这个小小的双面胶啊，比较细的，就把它撕成一条一条，就像薯条一样哦。哇，变成薯条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比如说像是太阳也非常简单哦。哦，对对对，太阳只要剪一个圆圈圈，然后再把它的这个当做它的光芒也做出来咯。没错没错。不过呢，更厉害、更大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进阶版的可以学啊？有，跟你们讲哦，有一种动物啊，在侏罗纪的时候非常的有名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恐龙。对嘛？因为哥哥讲说侏罗纪谁不知道啊？对，就是恐龙。不过要怎么做呢？珍珍老师，好，一样的步骤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在纸上把恐龙的形状画出来。等等。变成豪华的铁轨了。嗯，没有错。像这种比较大面积的部分呢，可以用卡纸剪下来，还有它的骨盆腔的这个位置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做，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恐龙骨头哦。还可以训练小朋友的耐心哦。那我想看它拓印出来会像什么样子哦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马上拓印出来给你看哦。讲讲。哇，出来了。对，好像化石哦。是不是很像化石？对。哦，都拓印好了没？好了啦。好，那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作品咯。好，那从泡芙姐姐开始哦。好，你们看我的鱼骨头不是在锅子里面哦，是在相框里面。哇，好棒，好像一个照片哦。很可爱吧？对，好，那看看我的是男生最喜欢的帅气鲨鱼。哇，看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选选的。哦，哇，选选这条才是过年的鱼，好不好？对啊 ，Angiki 呢？你看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 Kiki 的。哇 ，Kiki 的鱼有好多种颜色哦，有紫色、绿色，还有蓝色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品，喜不喜欢呢？喜欢。下次还有更好玩的创意 DIY， 一定要准时收看。剪刀石头布。拜拜！还记得怎么做吗？首先画出一条鱼的形状，再用卡纸剪上头和尾巴后贴上。骨头的部分准备双面胶，剪下来一段一段的贴上去。
接着用燕尾夹把两张纸固定起来，最后选择自己喜欢的蜡笔颜色，折一小段之后开始拓印咯。先从头部开始拓一拓，你也可以换一种颜色拓一拓，还有还有，尾巴的部分也不要忘记咯。这样就完成了今天的骨头拓印了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下一次要做的是好好吃的意大利面哦，一定要准时收看哦。